间黑薄纱装小丑女马格罗比红唇搭上金发性感登红毯，美丽外貌被相中，演出真人版芭比。一头漂亮金发，戴着水蓝色点点发箍，马格罗比坐在粉色敞篷车内，笑得灿烂。风靡超过60年的芭比娃娃乔定由她演出，精致五官、甜美一笑，让网友直呼简直是神还原。马格罗比也透露，很荣幸担任这个角色，相信电影会对全球儿童和观众产生巨大而且正面的影响。芭比娃娃跨年代人气不朽，这位真实人物的人气同样历久不衰。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日前迎来96岁的生日，在诺福克郡的乡间别墅低调庆生。玩具商选在这天发布一款英国女王限定芭比娃娃，欢庆她登基70周年。只见标志性的卷发、皇冠珠宝到缎带上的勋章，展现女王优雅的穿衣风格。拥有傲人腹肌、绝世美腿的婚纱女王 Vera Wang 72岁，浑身散发魅力，也被芭比制造商相中，打造属于她的芭比娃娃。一身酷黑的透肤纱裙呈现婚纱女王的神级美腿。 Vera Wang 说，这是一个疯狂的荣誉，很自豪能成为她非常钦佩的女性。红遍全球的芭比娃娃，无论是翻拍真人版或是翻玩造型，都让人耳目一新。 TVBS 新闻上面郑宏婷泰报道。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。